好 ，OK， 那接下来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了啊！现场呢，我们的一些观众也是做好准备。那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将会非常的有趣，同时非常的值得期待。来，我们来到主舞台的区域当中。好了，那来到这边就要知道我们有大事发生啊！那来到了这儿，舞台上出来的人一般都不一般，哦、对不对？哦、啊，对，很不一般。那我看到了，已经有灯牌亮起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请到了一个神秘嘉宾。那不知道这位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拿出你们最大的呐喊声，有请我们 SNH48 的孙瑞。哇、wow, 哎，好漂亮 ！Hello， 大家好。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往那边等好久。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孙瑞。好的，那孙瑞这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赛场当中啊，其实也是先简单问你一下，之前已经举办了就很多场的比赛了，有没有自己觉得说在这场比赛里面，自己很喜欢的篮球某些的特点？我喜欢篮球，就是我小时候就打篮球，其实哦，哇、wow, 因为我小时候个子长得比较矮，然后我妈妈就让我打篮球，一个女生去打篮球，然后打了一冬天之后，然后就长个了，就这样。哦，真的假的？真的，所以我现在长，我以前刚1.3米，所以我还是打晚了是吗？对，就是我就是打篮球长个，所以我比较喜欢篮球。 OK， 那肯定也是很欣赏我们现在 NBA3X 所有的选手在赛场上的一个拼搏状态了。那既然你说到篮球，要不然我们打场篮球吧，怎么样？啊，现在吗？啊，对啊，跟谁？我现这是我小时候的绝活了。啊，那现在的绝活是什么呀？我现在的绝活就是力气，比较力气的力气大，力气比较大。一天能吃几碗饭啊？我一天大概能吃三碗饭，就是一顿三碗。哦，一顿三碗，一顿三碗饭，那就是一天九碗了。对的，就是其实我还蛮能吃的，然后也非常喜欢运动。OK， 非常喜欢运动。那看来今天少不了一场运动类的比赛了，对吗？那孙瑞觉得在这个场地上想要给我们来一场什么样的比赛呢？拔河吧。拔河就是直接上了啊。拔河这么直接吗？对，我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以为在一个篮球场最多跟球类有关系嘛。最后孙瑞来一个拔河，就是这样出其不意嘛。我就想着你们可能不会准备我说的这些东西嘛，所以我就说拔河，我就看你们厉不厉害，能把我想要。小瞧我们了，来上法宝。OK， 来我们看看啊，我们这工作人员，我告诉你，像聚宝盆一样，你说什么来什么、啊、哎，真的真的有绳子。你这个惊讶也是可以的。而且那绳子跟你衣服还蛮搭配的。哎，真的是你带过来的吧？好惊讶，怎么会有拔河的绳子？哎，对，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惊讶的点，一会儿还有一片拔河的场地。哦、OK， 那不光有拔河的绳子跟拔河的场地啊、嗯、接下来你总不能一个人在那边拔吧，对吧？对的，所以我带了我们团的300个姐妹过来。300个姐妹？开玩笑，是300个其中之一吧。哦，那我们稍等，请下你的这个对手，我们先请出你的，啊不，先请出你的对手，对吧？稍等，请出你的队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徐静宇老师，在哪里？哎、啊，怎么就在身后？出其不意、啊，就是。目前什么情况？他是要在拔河领域挑战我是吗？啊，对对对。对的。可能说有一种误会啊，就是他看我比较胖，可能就认为我比较虚。没有，我看你比较苗条。其实我生活当中没少健身。哦、啊、哦、啊，你最喜欢的健身是什么？什么都练。什么都练，上下我基本上都练。嗯。因此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感觉我拔不过你的话，那我肯定要接受挑战。好的好的好的，就是我其实特别不怕这种语言上的攻击、啊、我们一会儿赛场见。见真章吧。对、啊、赛场上见真章是吧？好的，那接下来两位我们先移步到我们的赛场上好吧？ 好。 哎， 哎，我是真的没想到啊，竟然可以在 NBA3X 第一届的这种总决赛的赛场上进行一个拔河比赛。而且还是女孩子提出来的啊。对，女孩子先提出来要拔河啊。哎，你们确定她确实是拔河出道的吗？我确实小学拔河冠军啊。可以的，我真的经常拔河，而且我们团里经常组织这种力气类的绝活。
你是不是第一名？所以这是你们团带过来的绝活是吧？对的。OK， 那我们话不多说，先看看你的第一位队友是什么样的吧，好吧？好，就是我要请出一个我们团的力量特别牛的一个人。又是力量特别牛的一个人。其实是反话了，许阳玉卓。OK， 有请 SNH48 许阳玉卓。哇哦！好，来到我们队友的旁边。哎，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来吧，跟我们的粉丝也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许阳玉卓。好甜哦，看不出是力气很大的那种。就听着这个声音，我根本想象不到啊，他们平时团竟然练这项运动。你们拔断过多少个绳子啊？就是不是拔断多少个绳子，是我们300个女生就是分成各个队伍嘛，然后队伍之间拔，然后我们队是第一名，但是他不是我们队的。哦，他是他们对面队的那个第二名队的 MVP 是吗？对，两个 MVP 来到我们的场上了啊。那我们看一看徐静宇老师，那你是打算一个对两个呢，还是怎么说？我一般不擅长孤军奋战啊，而且就是他们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可能以为呢我是外地的，我初来乍到，周围没有兄弟。但其实我很少自己出行，我身边带了帮手了，配保镖，来自于西瓜视频的美嘉。OK， 来自于西瓜视频的小美嘉在哪里？哇哦，随时带帮手这事儿真是太厉害了。我本来听错了，我以为你随身带着扳手。哇，好漂亮的小姐姐。 OK， 来自我介绍一下。对，小美嘉也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西瓜视频的创作者，98年的小美嘉，然后也是一个打篮球的女生。哦，非常棒啊！今天场上好几个打篮球的女生了。哪里啊？啊，对吧？你一个，这一个，这还有一个啊，对不对？好几个打篮球的女生了。那我们既然来到 NBA3X 的赛场上啊，那我们就不要2-2了，对不对？我们还是3-3吧。好，哎，来，我们看看徐宇老师还能不能再找出一帮手了。既然这么厉害啊，那但是我也没有准备这么多人，我只能现场求一下帮忙了，那就是盼盼帮我一下。好、啊，这么就直接选了是吧？对对对 ，OK， 直接选了盼盼。我跟盼盼比起来，看起来都没有力量啊，我也是属于虚胖的这种选手。他觉得我们不需要你就能赢下这个比赛。哦，可以可以，那 OK， 好了，那我们确定你们那边就是盼盼、小美嘉还有徐静宇老师了，好吧？嗯，对面选了三个，孙瑞觉得，我觉得徐静宇老师绝对是轻敌了。你说我既然能说拔河这个项目，肯定是我带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你既然选两个女生，那我就请出我们这边的帮手大东。哎呦，来吧大东。哎呦，大东在哪里？在哪里？我是真没想到啊。哇，在这坐着美女在召唤。哇，我感觉大东能把这绳子当面条吃下去，你知道吗？苏瑞看到大东是不是感觉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这不是赢了吗？你好，你好，你好。就是感觉孙瑞是跟大东只是网聊过，从来没有见过真人，你知道吗？是网友对吧？对，知道你撞，没想到你撞到这种程度啊！对对。现在大东感觉可以把我的许阳玉卓和孙瑞全都装进去的感觉，你这太吓人了。怎么样觉得？主持人，我现在可以重新选择一下吗？哎，我想选择你。哎，晚了，我告诉你，我还轻易不比呢。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好吧？来到赛场上我们就比一比啊。来，盼盼，我帮你拿一下你的手卡。孙瑞跟我说行不行，不行你们再加一个吧。不我们想输的体面一点。好的，然后我们也带好我们的防护措施。你手太大带不进去是吧？真拔呀。战术一会儿就是你们两个替我加油就可以。好，不要受伤。你觉得这帮手怎么样，可以吧？哎，大东刚才说战术就是孙瑞跟许阳玉卓你俩给我加油就行了啊，我自己一个人拔就好了。对面现在每一次戴紧手套都是对自己手的一次保护啊，一定要保护好啊，对你们来说确实有点困难啊。本来我昨天想说啊，我说我们这边 SNH48 拔过这条线就算赢，然后对面呢拔过那个屏幕就算赢，今天我改了，
你们能拔过这条线就算你们赢。OK， 来吧，我们六位做好准备啊，然后我们也是交错站好，同时也提醒你们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我们的尤其是孙瑞和我们的徐阳玉卓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我以为你要有一个战术呢，你在最后跟在中间有什么区别吗？等一下，这绳太偏了，来放轻松啊，来我们往这边挪一挪，往这边挪一挪，我就是裁判了啊，好，放轻松，哎，放轻松，准备好了吗？你是打算边拔河边自拍是吧？好了，来，准备好啊，听我的口令，注意安全，然后腿发力啊，三二一，开始。哦呦哦呦，大东你要开始发力了。大东可以可以可以，哎，现在这边已经很偏向徐静宇老师这边了。大东你不能光笑啊，要真拔呀，要真拔呀。对，要真拔呀。OK。不好意思啊，错怪你了。来，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几位老师的麦也拿上来，好吧？来，哎，不好意思，大东，我错怪他了。我以为大东一直在那边很发力呢，然后我跟他说，大东跟我说真拔呀，然后他说真拔，然后瞬间就给拔过来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只能说给我一年时间，我回家加练一下。来年再比。可以，来年我期待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来，孙瑞对这个做一个评价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徐静宇老师他们的战队还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们之前还是有一些就是这样的相互这样子拽一拽这样子，但是还是那么的轻松。虽然你难道不知道之所以还能拽一拽是因为他在后面用单手拿着吗？OK 啊，好了，那也是再次感谢几位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赛。那我们掌声再次给到我们的小美嘉、我们的徐静老师、徐阳玉卓以及我们的孙瑞。哎，来，我们来到场地中央来进行一个合影。来，我们来到这边进行一个合影，还有大东。那好吧，那就我出卖我自己灵魂。啊，所以你就加入到这边了是吗？其实现在是四对二、啊、他们觉得他们俩太漂亮了，不想跟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哎，没事，都是打篮球的嘛，没关系。来，几位再往前走几步，好吧，往前走个四五步。好的，来，我们的摄影老师，三二一，好的，很棒，哎，非常棒啊。好了，非常感谢几位，然后我们可以暂时休息一下。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一个环节了，对不对？对，我们可以，其实他们两个可能还没有尽兴啊。对，但是也要下来先休息一下。再次感谢我们 SNH 包队的孙瑞，还有我们的许阳玉卓。哎，那接下来一轮更比一轮嗨啊！我们在篮球场上要做些跟篮球有关的事情，哎、对的，做点跟篮球有关系的东西了啊。那接下来又是一位我们的重磅嘉宾，嗯、所以各位准备好呐喊声，准备好尖叫声，有请我们接下来环节的嘉宾。Stephen Mowbray！ 哇、wow、哦 ！OK， 我们再次用尖叫声和呼喊声欢迎他出场。哎！三门。OK， 好了，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啊，把我们的马布里请到了我们的赛场上，然后也是让我们马布里跟我们大家先打声招呼吧，好吧。Please say hi to Shanghai fans。你好，你好，先嗨。哎，各位各位，我们再一次给马布里点尖叫声，好吧。Let's hear your voice of Shanghai。All right， 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啊。我特别个人想了解的一点就是，不知道马布里现在还练不练球啊？听说当教练当得不错啊，但是有没有还在练一些投篮的这种训练呢 ？Are you still playing basketball now that you're a coach?
No, I just coach. No more playing. No more playing. OK. 他怕他上场了，打得太好，他球员都没有办法上场了。对，就是我现在就是安安心心的当一个教练，我就已经不打篮球。我不信。对，我能打还要我的球员干什么？我不信。肯定是在开玩笑。那所以来到了我们这片赛场上，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一个跟篮球有关系的事情，那我们就会进行一个 shooting game， 做一个投篮的一个比赛。那接下来有我们的马布里在这边，我们肯定还会再请另外一个对手。对，但是请另外一个对手之前呢，我们还是希望马布里作为一个现在很知名的教练，曾经特别厉害的一个球员，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看一看在三对三的比赛的赛场上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帮助球员发挥更好的比赛的。Could you please give some advice on how to play 3-on-3? Well, 3-on-3 is spacing. That's how you got to really play 3-on-3. Set a good pick and space out. Somebody has to guard, you know, somebody. So somebody's going to be wide open. OK, 那我们也是知道，就是我们也请翻译来说好吧。来，那么三对三呢，就是尤其非常考验防守。比如说谁要投篮的话，哪个人会空了，每人挡拆的时候就会要补防，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运动。对，而且也说到了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小的一个空间，跟五 v 五的空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知道这场比赛不好打，那就请来一个自己说过这比赛很适合我的球员。好的，来，我们先请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投篮挑战马布里的对手好不好？让我们欢迎人气球员曹芳登场。曹芳在哪里？来 ，Here's the challenger。OK， 两位。乍一看还挺像的呢。哎，可以可以。来，曹芳也是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吧 ？Hello， 上海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有没有喜欢曹芳的，给点尖叫声好吗？哎，这边的比较喜欢曹芳。OK， 好的，那两位到这边了。其实投篮的规则呢非常的简单，但是简单既然在 NBA 3X 的赛场上，我们还是要请出两位队友好吧，召唤出你们两个的 teammates。 接下来首先我们看一看曹芳的两位队友分别是谁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SNH48 的杨冰仪和段奕璇上场。有请。同时还有曹芳的队友王小佳和王瑞琪。OK， 哎，我没记错的话，段奕璇和王瑞琪应该是在那边是吧？对，我们两个一队的。现在段奕璇跟王瑞琪是一队的了。对，所以王佳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就在这边。好了，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 SNH48 的四位，跟我们的粉丝打声招呼好吧。好，大家好，我们是SNH48， 我是 SNH48 的段奕璇，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杨冰仪，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王小佳天草，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王瑞琪。OK， 再次感谢四位来到我们的赛场上，作为两位篮球好手的队友啊，那看一看这场比赛会不会变得很激烈呢？我们也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球车挪到我们的球场上。这一次的规则非常的简单，你们每个人有五次投篮的机会，也就是五颗球的机会，你们将选择随便选择在哪里投篮，每队也就意味着有15颗球，看哪一队得分更多。那我们赛场上呢有设置了1分、2分、3分和4分啊。对，哎，比赛开始之前想问一下两位队长有没有信心赢下比赛。哎，我们曹芳先说吧，有没有信心带领我们两位小姐姐获得胜利？有。有。曹芳突然变得很腼腆，感觉看到美女说不出话来，平常见到我话很多的，但是嘴一直合不上。马布里有什么想说的 ？Do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win this? I hope. 他希望。马布里说也是。简单单的谦虚了一下，我希望能赢吧，但是不知道，毕竟当教练这么久了，好久没有练投篮了是吧。好的，还是我们把时间给到这边，首先上场的还是我们的曹芳队好吧。来，
都 OK， 来，你是队长，你来定吧。谁先投？谁先投？好。大家王杨明一两位，这个队长是直接帮他们安排了投篮的点位是吗？哦，暖男教学时间到了啊！投篮教练上场了。为什么他们还可以教学？等会我教你们，没事。哎，你刚刚说什么？因为我问老师说，万一我一个投不进怎么办？老师就教了一下我。哦，没事，你可以的。好了，准备好的话，五次机会啊，随时可以开始，来吧。第一球，哎，差一点点啊！你怎么教的？你怎么教的？试一下是吗？试一下，对面允许吗？试一下。啊？我们可以试一下是吗？啊。好吧，那就让你下喽。OK。对我们这边。可以，马布里也可以指导一下我们两位怎么投篮。Teachers， 可以啦，这是第一次机会，然后我们看一看第二球。加油加油！杨明这次能不能投中？什么？哎，没关系，还有三次机会，加油啊，杨明！有戏啊，来了，哇，好棒，目前积分一分，还有两次机会，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哎，啊，差一点点，最后得分一分，我告诉你，这还是杨明无师自通啊。曹芳教了半天一个球没投进，杨明说我要不来这儿投吧，然后第一个就进了。是我昨天教你的对吧？来，还是我管用。OK， 好了，来下一位，我小佳看看。相信我还是相信他？也要试一下是吗？对，试一次，试一次，每个人都可以试一次喽。太神，真的。够了够了，哎，地球开始了啊，这球开始算了啊，哇，差一点，差一点点啊，有门啊，轻一点就好了，对，往那个白框里投，稍稍轻一点点，哎，再重一点点啊，两个都试过了，基本上要进了。哇，漂亮，没错啊，也是第三个命中，还有两个机会，哎，还有一次机会，加油加油，你们两个已经并列第一了、啊、没事，哎，调整一下投篮姿势啊，脑中投篮姿势太多了，得选一个啊！对对对，我们可以到这边，可以到这边，加油！要有来了！哇，漂亮 ！OK， 我们王小佳和杨明仪两位现在积分是三分了，加一起三分，然后我们工作人员辛苦把球车挪动到曹芳需要投篮的位置，曹芳选择三分是吗？好的。五次机会，哎，地球差一点点。This is the first, second, 第二次了啊。Still from three. 哎，OK， 现在积分六分。Six points. 还是差一点。Still six. 九分一个。Nine points. 还不错，还不错。来，曹芳，还不错啊。觉得自己的发挥更重要还是队友的发挥更重要？其实大家这个分数都加到一起都重要。哎哎呦，这个可以，这话说很官方啊。那接下来就看马布里战队了，好吧？ It's your turn, Stefan. Show them something. 哎 ，OK。我也要试一下。可以，没问题。当然可以啊。我们外教哦。
可以试一次。对，还得问他们，你知道吗？来吧，把握住你这一次机会啊！哇，是不是有点后悔了？艾山，是不是有点后悔了？我不要手，刚刚就进了。算了是吧？啊，刚刚那次是的。OK， 来吧，正式开始。不慌，没事，是都进了，还会继续进的。是都进了，有什么慌的？来吧，低头。低头差一点啊，轻一点啊，往那个白框扔就好了。第二次机会，哇！哎、你看看，三中二，很厉害哦。可以，可以啊，现在二中一啊，目前三中一，还有两次机会，放轻松啊。来了来了，哎，不错啊，四中二，哎呦，哎呦，这么凶。可以妨碍对手吗？我不管啊，这是你们自己团的事儿。啊，也是两个，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啊，40%的命中率。来，接下来可以了，可以了，王瑞琪。对，就往这扔就好了。这上来就投是吗？要试一下吗？试一下，试一下是吗？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我们个低的不怕个高的。我们个低不怕个高了，来吧，试一个。说明这个东西要讲天赋啊。哎，哎，差一点点。第二次机会也是差一点点。哎，差一。这个投篮动作很好啊，第四次机会，哎，不错啊，最后一次机会 ，OK， 没问题啊。那我们这边段奕璇投中了两个，然后王日奇投中了一个。Game time, Stefan. Game time. 你觉得我很傻吗？同一个地方是吗？哎，同样的地方。现在咱们积分三分。第一次先试一下，第一次先试一下，这不算。OK， 对，我还是让跑者来到三分线的位置啊。啊，哎，等会儿，这多少分？这样，这样，这样 ，hold on， hold on， 这样，球不掉地上，我们不算这个球投了，哎，好吧。This doesn't count. This does not drop. It does not count. OK， this is first tim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这就不怪我，没人看见，没人看见。OK， 得命中。已经积分六分，差点点，还有两次机会。Three, last one, last shot. 哦，那既然这样的话，简单的做一个加时好吗？我们曹方和马布里，对吧？曹方和马布里，一人投一个。You versus him.好，来，曹方先投啊，可以，你自己选择投哪一个，对吧？来，我们曹方队的小姐姐 okay, 给曹方 okay, 加加油。All right, first one make it, first one make it. 第一个进球了。So you guys, knock the ball. Okay, knock the ball. First one make it. 第一个进球了，将赢得比赛。然后呢？现在在。哇！太帅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恭喜我们的马布里战队获得了胜利。来，也有请我们六位移步到我们的场地中央进行一个合影。 OK， 来，我们转身，然后往前移动大概五步的距离到这边。好的，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来，三二一，好的，谢谢。好的，感谢我们的几位，也有请我们的几位暂时留一场休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也感谢我们 SH48 几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姐，非常感谢我们的马布里还有曹峰。因为我们 SNH48 的小姐姐一会儿还要给我们准备精彩的节目，哎，对不对？对。
那接下来呢，我相信都是很多粉丝还有我们现场观众线上观众非常期待了，接下来将是我们 SNH48 将要在现场给我们表演两首歌曲了啊。那好的，那刚才已经相信你们看得非常过瘾了，我们也给他们一些转场的时间，当他们准备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片场地交给他们，所以现场的观众可以稍作休息，准备好你们的嗓子，准备好你们的手机相机，准备好你们的掌声。我知道。 OK， 那好了，那也是再次预告一下，当我们表演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也就是我们的第十二场比赛。对，上石龙唱对阵胡来波的这场比赛。OK， 那同时预告一下，明天同一时间还是在这里，我们将进行 NBA3X 第一次赛季的最后的总决赛啊。对，因为今天的八支队伍呢，一共有四支能够晋级到我们最后的比赛，那么明天呢，这四支队伍将会角逐出最后的冠军。没错，那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一次的 NBA3X 赛事一共走过了我们中国四站，每站有128支球队报名进行参赛，到今天为止只有最后的这几支球队了，所以各位一定不要吝啬自己的掌声和你们的关注度，希望明天继续关注我们。那么接下来场地交给 SNH48。追寻着我的梦想，出发。
赞，别了繁华，心中的梦想到就在那，和大自然拥抱对话，穿越热情撒哈拉，把我融化，探访古老金字塔，解开奇迹神秘的面纱，青春的嘉年华，诗和远方在哪，沿着尼罗河一路到麦加，时间踩在脚下，梦想不要问代价，我的梦不止一颗吧，呜啊啊啊，呜啊啊啊，呜啊啊，哇哇啊啊，哇呜啊啊啊，呜啊啊啊，呜啊啊，哇哇啊啊，在这初恋之下，回忆完美无瑕，爱装进许愿瓶漂流吧，好的，再次掌声给到我们的 SNH48。 非常可爱的一群女生啊。哦，我感觉看完她们跳舞唱歌以后，如果是球，我是球员的话，我瞬间马上就不累了。哦，我告诉你，马上可以再打十场。肾上腺素，所有的球员现在已经顶到满格了啊！主要是没想到刚才竟然还有一个拔河的过程啊！啊，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能文能武的这个女孩子、啊，哎，对，没错。那接下来马上就要。